钻戒，哈，妈妈应该是走到哪里买到哪里，哈，这差不多1.1克拉，1.1克拉，哦，这个才买11万啊，嗯，这个台是5万，这个台5万，嗯，啊，钻戒11万，钻戒是6万，6万，钻戒才6万，1克拉6万，嗯。哦，这是什么时代的钻戒啊？那很久了。还是说它的成色？妈妈也是从对方的手上拔下来。应该是。他是朋友卖的。哦哦，嗯。也虽然不白，但也没有说黄到哪去，有可能。哎，钻戒是有可能。有可能，因为台湾还没有那种1克拉卖到6万的时代，好像没有。没有，很难呐。很难。我们有记忆的话，哈，这台湾最普遍的是1克拉装了10万块。对。哦，那时候是最普遍、最便宜也是要这样的时候。对。来。请估价，174000元。好，恭喜您。不过这个钻石哈，倒是有点小小的问题啊。虽然它颜色够白了，还可以的哈。车工就是啊，它缺一个角，破掉了，可能是不小心，或者说镶嵌的时候，我认为是镶嵌的时候夹破的。我看一下，是不是在边边哈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哈？那我把照片照出来，你看。哎，真的有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有没有？你看，真的有 key 感哎，在夹对，嗯，很大很大一个缺口，而且出面就在正面上有没有？而且从正面就看得到，缺一角，下面就掉了一块，嗯嗯，所以这个哈钻石哈可能是这样子啦，就是说，假如你戴的时候哈，我会建议啦哈，就第一个就是去修饰，因为它是1.1克拉，可能修的话剩下1.0、1.02，我觉得值得的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哈。香的时候，看师傅能不能大胆一点，把它往里面挪一下，用爪子保护它。那这个，不然这缺口万一以后再碰到的话，它可能它就不是这个很简单嘛，只要转一下位置，让它在这里面就盖起来。就怕有的师傅不敢，哦，因为这万一有的结里面就啪一直下去，它整个哦，师傅会害怕。钻石哦，那怎么切割的？就是像这样去磨一个裂隙，啊，然后顺着那个结里，我就这样劈裂。所以它有时候你那爪子一抓，它刚好是裂隙在那个地方嘛，那它一抓的时候，哎，就毁了，就变2块了啊！我在怀疑这个钻石当时镶的时候，可能是师傅啊哈，就是在夹这个用这个钳子夹这个爪子夹的时候哈，这样夹的时候不小心脱手去碰到的。嗯，这个赖老师以前是 K 金师傅出身，他应该知道这个啊，所以大家都是。事实上，拥有者也不知道去几家给那个怎样，对不？可能是，不知道嘛，多年以后才知道真相。哦，赖老师，你还当过 K 金师傅啊？所以你今年应该50了哈，资历很深哦。他是 K 金师傅出身的，做得很好啊。那以后我知道了，我根本只要跟廖文良骗一个图，拿去给赖拉石香就好啦。香水就缺陷品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么多年没有做了。很多人哈会把我的图骗走，就是香起来了之后完全不是我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他会看平面，没办法看立体，也没有看有没有看到什么软 soft 的部分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像我自己在香工的过程里面是完全事必躬亲，比如说你自个儿香啊，没有，以前我自己会香，哎呦，可是呢，现在的话图交给师傅做了之后，嗯，因为只有我看到客人长什么样子，嗯，每一个客人的那种内涵啦，还有他的曲线啦，还有他穿着打扮啦，发型啦，肤色啦，手型啦，只有我看到，师傅看不到，哦，所以师傅做。K 金成型的过程里面，我都必须去参与。可能我先从蜡雕开始就去修饰了，再过来的话，那个铸模出来那个 K 金片，一片一片在摆这个摆胚的时候，是我在摆的。所以这样的时候，我才能够知道说，客人一戴起来是加分的，就跟你穿旗袍做西装的时候，就要做到一半的时候，哎，要捏，哎，赶快来试装，有没有？我们做西装也是一样啊，那个老师傅都是过来这边订书机再订一订订订订，都是要这样捏出来的。我的作品就这样捏出来，所以你说拿了我的图就可以做得出来，我告诉你，做出来不会是你可以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K 金师傅在做的过程里面，一定是他以他自己的手型，在决定我这个成型之后的款式。说起来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啊。好好，哦，这颗看起来亮了一些哦，
1.66克拉钻石戒指，26年前38万。你妈买东西价格 range 差很多哦，明明是一克拉多的东西，有的买11万，有的在香港他就出了38万。他那个买6万，然后是有比较还是品质品质比较好吗？等一下，干净。对，但怎么？妈妈买东西应该是很阿莎，你就跟她谈生意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是，色一般般。哇，所以她 range 很大，只要喜欢就买。对，咦，这也要看当下的心情，这要足够的资本，对不对？嗯，她买东西爸爸也不敢说不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还要靠她跑业务。那个年代，他你们真的要有钱呐？那个年代，他的皮包里面应该是40万跑不掉，现金。哇，那得了，40万很多钱呢。那后来你有继承家业吗？我的客人都这样吗？没有，没有继承家业。爸爸妈妈现在已经退休了。退休啊，有留财产给你？目前也还没有。这样儿子才会乖，只有那颗黄宝了啊。好的，好，请估价。45万元，好，恭喜您。1.66克拉钻石蛮大的，颜色可以啦，哈，用 J color 这样子哈，然后到颜色上壳哈 ，J color， 因为一般 J color 我们从正面看它还是白色的啦，从侧面看都有微微的有黄的感觉了，是，哦，那它也是 VS 万级的，我觉得还不错啦，那钻石哈，那像这个台，哦，那清洗一下吧。嗯，这么脏，你看哈，这个里面都是油脂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是不是把它放在这个开水里面泡个1分钟？嗯，然后也很烫哦，再拿出来，把水倒掉它，拿出来，牙刷沾沙拉托刷一刷，很亮，是，这个很好，才不会可惜这个钻石啊。对，自行清洗就可以了。是，对。好，那最后一个东西就是最难拆的一个东西。好，我们要请曾教授出来，来。还有茶壶吗？哦，对对，那对不起，还有一个茶壶。这个就很难拆了。泰国买的盘子，曾经有人带泰国的盘子来，结果我们一直很看不起它，因为长得很丑嘛。结果没想到人家真的是元朝的货，这个搞不好，这个看起来有点新，在泰国买的，20年前1600，因为20年前的确泰国是有一批古董从沉船捞出来的在卖，卖给观光客。可是这个很新呢，嗯，你们看这边看，亮晃晃的。对啊，以前的那个在烧制的过程里面，如果是那个外销品的话，它会一个堆一个。对。哎，一直叠上去，一绕。嗯。那这个的话，省空间嘛。这个的话，可能是在最后一个吧，对不对？说上面都没有。就是说最上面的那一个，所以它的那个这个光度。没有，我觉得它好亮，很亮，但是没有错，它看起来也是那种龙泉系统的那种颜色。请估价，50000元。啊！哦，真的？怎么办？又来了一个真的，又元朝吗？是元朝的。天哪！龙泉，龙泉，这也是外销瓷。我都想去泰国嘞。对，他那边很多了，龙泉啊都很多。可是，跟教授这个好亮哎。对对对。上次那个很雾。这一样都龙泉，没错。如果没有受到太大的土青水咬的话，它可以放很久很亮。但是你看土啊，看那个釉里面，它是很迷蒙的。我们现在看那个我的显微镜里面有想不到哈。我们下礼拜要组团去泰国。你不要说你妈乱买，人家没有乱买，呵，大大小小。它这个气泡里面啊，它是一个老的釉，它不是新的。所以你这个古董啊是这样的，你看起来亮亮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在显微镜下它是老的。它是老的，哎，通常老东西反而看起来很新，那是对的。所以这不是贼光喽？它不是贼光，就变成宝。老东西常常看起来是有生命力的，可是那个东西如果看起来哈没有精神、没有生气的，反而是假的。嗯，哦，哎，可是像以前这个我们看到泰国的哈这种龙泉，他们是沉船都泡过水，这个显然没泡过啊。有的是没有泡过啊，嗯，有的是他卖到那边，他传世的，他传世的也有啊。因为中国瓷器在那个地方是非常受到尊重的，而且很昂贵的，它因为一代一代传下来。元朝就过去了，我们那时候算有650年呢。有清时元朝就过去很多了。哦，从宋朝就有了，没有？还是妈妈买了一打？很多，它有的被我拿来当烟灰缸。烟灰缸，这个不孝子。3年前看你们节目以后，我就不敢用了，赶快把它洗干净。是。
哦，回去算一算，一个50000，搞不好全部是元朝古董，你发了，那买这些宝石钻石干嘛啊？所以这个新东西啊，反而会看起来旧旧的，没有精神，老东西反而看起来精神奕奕，神采飞扬。嗯，可是你仔细看，它是老的。对，哎，图也是老的，看起来你妈高兴的要命哎，哈，回去哇一算12个，每次去泰国买了好几个。好，接着我们要来估价游戏的就是这个，连这也买，绝对是一个购物狂。也是从泰国扛回来的？不会吧？不是不是，英哥，英哥啊，是是是，连从在英哥买，我都觉得也已经很吃力的，哎。这样能够烧这么大没有坏的，真是很难得哎。对对对，廖老师说的没有错。嗯，哎，这个也可以抬回家，的确是很厉害。他26年前在英哥买25000，你有没有问你妈说妈，这到底输液多无哈？他看喜欢就买了，我就没有问。会不会是妈妈那时候刚好买了房子，装潢好了之后，然后需要有一个壶摆在那个？某一个角落来镇宅的，请写一个价格，你不会猜中的。有可能啊，英哥显然不是，他不是实用，是工艺品嘛。是。那但25000如果很难的话，应该好歹26年有涨一些。这里面有没有盖章是行家的？名家。这就是一个问题。不过英哥有出过哪一位伟大的，就。我知道英哥的陶艺工匠非常的多，但是名家倒是很难讲。名家做的哎有哎，对不起哈，那是福哦，对不起，福盖了一个什么字，有没有福气的福了？福气的福字嘛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字哦，一个叫什么福的做的，但是我看过英哥他们在表演的时候，再大他们都拉得起来。都是用拉的，拉得起来，但是不一定烧得起来。好吧。好，来，请估价，10000元。这个就刚刚廖老师讲的哈，这个壶很大，你在烧的时候就很容易烧坏，尤其这个横梁哈，很容易烧坏，那大也很难做。做出来的它是拉胚的，慢慢做哈，反正做大做小都很不容易。做拉胚啊，这个是那个泥条的。哎，对对。然后我们看呢，最主要是这个地方它是刻的，这个叫刻花，刻花工艺啊。那刻花工艺呢，它刻的还蛮细的，刻的还蛮好的，整个构图啊，就是非常的稳重了啊。哎，可见这个构图啊是经过细心去规划的，然后这个刻工啊也花了一些心思跟技术，都是不错的这件。对，现在如果要再做一件啊，当然你要有人去做这个拉胚的动作，还要有人去刻这个东西，还有人去设计这个设计图，是，那你夯不啷当加起来，也要你要花个10万块，10万要，也要，就算是新定一个也要，对啊对啊对，再加上他有年纪的20几年了，好，非常这个恭喜你哈，你妈妈买的都是好东西，所以从此更没有阻止她买东西的理由啦。哎，要不要对妈妈说些什么？可以继续吗？你安尼讲的，恭喜徐妈妈，阿母我爱你，好啦，阿伯这都倒好我啦，嘿，尤其是现在碗啦，吼，我做烟灰缸的碗，好，恭喜徐先生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